安乐集，引证观佛三昧经云：佛劝父王行念佛三昧。你看这个法门殊胜了，释迦牟尼佛啊，介绍给他的父亲啊，不是最好的法门，怎么会介绍他父亲？啊，叫他父亲啊，修念佛三昧。父王拜佛，说：“佛地果德，真如实相，地业亦空，何因不遣弟子行之？”啊，这是佛在《大乘经》里常讲的。啊，如来果地。啊，真如实相啊，真如实相是讲的自性啊，讲的法性啊，地业亦空啊，地业亦空，在净宗里面讲就是常寂光净土。就是自性啊，为什么说他在地狱与空？自性极尽光明啊，他没有现象啊，他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，连自然现象都没有啊，它存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，因为它没有形象，所以用空字来形容它。这个空不能当作无讲，它有啊，有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接触不到啊，在佛经上讲都语言不到啊，它存在，真的存在啊，不是没有啊，像我们现在看电视，看电视上的屏幕啊，频道打开了啊，看到屏幕上的这个色相，把屏幕忘掉了，屏幕就好像地狱一空，我们现在只重看到里面这些色相在那里动，屏幕不动啊，屏幕不生不灭啊，屏幕就是地狱一空，屏幕就是常寂光净土啊，地业一空，不妨碍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不碍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也不妨碍地业一空啊。地业一空，说实在话，从来也没有染污，没有被染污，也没有被妨碍，这是自性。啊，科学家，我们听到科学家的报告，说宏观宇宙里面用最精密的仪器去观察去探测啊，只能看到宇宙的10%，还有90%不见了啊，到哪里去了呢？到地狱一空里面去了，所以科学家看不到了，那就回归自信了啊，这大乘经上讲的清楚啊，啊，他们不知道，佛说的清楚。
回归自性，啊，那么像这些大臣，最高的这些义理，啊，为什么不教给这些弟子？啊，这是佛的父王净饭王啊，问他的。佛告父王：诸佛果德有无量深妙境界，神通解脱，非是凡夫所行境界。弟子当中，特别是声闻弟子，如来不跟他讲真如实相第一口，啊，这些话在小乘里头不讲啊，啊，给谁讲的？给大乘菩萨们讲，啊，他们懂得。啊，那佛一生的教学，我们很清楚地看出，他因人施教。啊，大彻大悟之后，在洛阳园，啊，教五比丘，这是佛法僧三宝建立。啊，跟五比丘讲是阿含啊，讲阿含经啊，时间是12年，就好比是佛教的小学啊，12年之后啊，有这个基础再向上提升，讲方等，方等是大乘，讲8年啊，好比是中学。这就学了20年了，20年的基础啊，才提升到大学。大学讲般若，讲第一空了，讲这个真如实相了。啊，这是佛最主要的一个阶段。啊，22年，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。讲般若22年，几乎占一半的时间。啊，所以这是佛教主要的过程。但是前头有20年的基础啊。没有20年的基础，讲这个东西怎么能接受啊？它是慢慢一步一步向上提升上来的呀。啊，最后8年。讲法华，那好比是研究所，啊，法华的这个境界跟华严完全相同，啊，那是回归自性了，啊，我们今天这都是世尊给我们的实现，我们学教的时候要按这个次第学，不按这个次第学，小乘不要了。所以说前面12年不要了，我现在学方等，你怎么能成就？啊，小学不念，你念中学，能行吗？甚至小学、中学都不要了，我一开头我就念大学，甚至于我就念研究所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啊，那真的是天才啊！天才只出现一个，我的3个老师。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都警告我。啊，警告我什么呢？决定不能学慧能。这是慧能是天才。慧能之前没有看到一个慧能。慧能之后也没有看到第二个慧能。啊，你怎么可以学他呢？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研究所的。那是天才。那不是普通人。啊，我们是普通人，
那一定是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一步一步去学，你才能学得出来。啊，这都是老师真实教诲。啊，方东美先生教我从白话名门开头，学哲学吗？啊，性相两宗是佛家的哲学，这是那个时候他说的。以后晚年的时候，他不这样说法了。啊，他知道全部的佛法都是高等哲学。啊，你越深入啊，你越了解。那就是祸了。啊，张家大师叫我从释迦牟尼佛传记学习，啊，先认识释迦牟尼佛，啊，照释迦牟尼佛的模式去学习，啊，你就不会走弯路了。啊，跟李老师十年传授我讲经教学的方法。啊，我学了13年了，啊，差不多是世尊当年呢，阿含12年的样子，啊，我学了13年，这奠定基础啊，啊，现在人没有基础，一下就想大经大论，难，太难了，啊，怎么学？也不能起入境界啊，还不如老师念佛啊。老师念佛如果对念佛三昧了啊，念到一心不乱了，他真有成就，真能成功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